再受不了。凭什么？我们就需要这种对待。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来呀、啊！啊，是我，我帮你。不要，他失去一切美好。不要，他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可以啊，不过要我帮忙，总得付出一点代价吧。你要什么？我要。这是我习惯忘了。刚刚那个声音是朵拉吗？虽然他跟小时候真的差了很多，但是也不像是他说的话啊。难道这算是一场噩梦吗？姐姐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她，不要让她受伤哦。对啊，看朵拉这么期待的样子，她一定会在班上过得很开心的。放心啦，爸爸妈妈，我一定照顾好朵拉的。我说吧。好。我一定会的，我一定要交到很多的朋友。那今天你也要哦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再一起回家吧。好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有第一位同学加入我们班了。我好期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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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干嘛？那你来回答，刚那题答案是多少？
大哥是笨蛋。笨蛋。他怎么这么笨啊？王志毅不要哭。笨死。你还有流氓朋友？哎，我才不是笨蛋，我只是数学比较不好而已啊。而且我还很会画画，所以我才不是笨蛋。数学不好会画画又怎样？你就是笨蛋啦。体育课。